劳动医院展在那个春节期间有开放，啊，除了我们除夕是休馆之外，我们初一到初八都有开馆，啊，我们从早上10:30到晚上7:00都是可以开放民众进来免费参观，所以欢迎大家在春节期间的时候也可以拨空来我们劳工博物馆参观我们这个劳动音乐展。好，谢谢。我们劳动音乐展主要就是用各个不同年代的台语的经典歌曲，然后来用歌曲里面去诉说描绘我们劳工的一些心声。那，我们整个展主要有三个大展区，第一个展区就是我们会介绍不同年代各个台语歌曲的发展的轨迹，从日治时代那个最早的那个台语唱片啊，到我们现在那个战后啊台语歌被禁的一些发展的过程啊，到目前最新的一些台语歌的流行的资讯都会在第一个展区告诉大家。然后紧接着我们就是一个离开故乡的展区，离开故乡展区就是说他那个歌曲其实都是讲到非常多是关于那个离开故乡，就是搭火车离开故乡，或是说怎样出外打拼那个劳工的心声。然后有那个展区就是很多这样子的歌曲，比如说妈妈请你来保重啊，然后还有那个陈明章先生的那个苏澳的最尾班车这样子的一些歌。然后接下来我们第三个展区是劳工心情，劳工心情主要描绘说我们劳工在打拼之余，就是内心的一些整个工作酸甜苦辣一些心声，比如一些文下的一个那个妈妈我也真勇敢啊，然后甚至日治时代一个第一首劲歌流浪的街头的流浪，都是这个展区里面重要的展示主题。然后我们现场也有轮播11首的台语经典歌曲，就是整个展区是非常的丰富而多元的，欢迎民众前来参观这样，谢谢。